动态。今天吃东西了没有？你吃东西了没有？吃过，吃过了。哦，吃过鸭尾的菜。他说这个菜怎么卖？三块一把呀。三块一把、啊。三块一。这个好不亮的，嫩嫩的。好久了这个哎。这个呢？这个不三块。这个也是三块是吧？怎么年纪这么大了还在这边摆菜呀、啊？怎么？哦，你年纪大了，不要做那么辛苦啊！我辛苦，是没有人，没有人照顾您吗？没有人照顾您啊？您一个人啊？没有的，这样啊？阿婆，那你把这个菜给我吧。我都要了。加呀、啊！这下面，这下面也是什么？我去这个批发的，阿婆，你拿袋子来，把这个都要了吧。把这个都要了。要了。要完了。要完了。谢谢你啊。要完了。要完了，你就可以轻松一点了。这样子挑来挑去，摆来摆去的。来，把里面的给我吧。把里面的给我。来，阿婆。收完了，然后我买完了，你就早点回家哦。谢谢你啊，谢谢你，帮助老年人是应该的，阿婆。谢谢啊，阿婆还没有，阿婆一个，一把，两把，这里是四把，阿婆，四把，五把，五把。阿婆开心的笑了。六七八把是吧？来，这样子你就可以回去了。谢谢啊，你啊，谢谢啊，乖乖啊，妹妹啊。得了，阿婆不要紧的，我们都是传，妹妹啊，我们都是传递爱心的，就帮助一下老人家，老人家都不容易嘛。是24块哈。此时已莺飞草长来的人群在路上。阿婆，这个50块呢，是我这边的一点心意，就是买了菜还剩下的话，你就拿去自己买点吃的。不要紧，还有点不给啊。阿婆，给多给阿婆啦，阿婆都不容易。然后给谢谢哦，谢谢了，谢谢了，妹妹哦。不要紧，阿婆。帮助老人家是应该的，你就早点回去嘛。我买完了，你就回去了，收摊回去。谢谢呀，谢谢呀。好了，我跟你说，我们也准备走了，好，走完。谢谢妹妹啊。没事，再见，谢谢呀。不跟你说了。那我们走了，谢谢。好，我们走了，谢谢，谢谢啊，走了。